257《北京日报》協同發展的辯證法2015年7月27日3時42分理論周刊月末北京策論22 HTTP 冒號雙斜線 BJRB.BJD.com.CN 斜線 HTML 斜線2015下劃線07斜線27斜線 content 下劃線298493.htm 強化健體，要從根本上解決北京交通擁堵問題出發，加密中心城軌道交通網絡，加快市郊鐵路建設，形成與首都城市空間結構，規模體量相適。